哎呀，你们说我这个皮肤碎病越用越多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苦恼，2362个，起码得换88的才有牌面。哎，这个妲己的女仆咖啡，我看可以。女不女仆的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喜欢喝咖啡。那么就星耀三个分什么的，我看可以。妲己前期会比较弱，但面对安琪拉丝毫不慌，配合队友将其一血拿下，逐渐建立优势。四级之后就可以越塔对安琪拉进行强制。心理干扰，既强势的同时送出人头，让他掉以轻心，为后面的击杀做铺垫。想不到吧，刚树的人头都是我演出来的。我靠，你个草虫婊，不要脸，真的是不要脸。真正的勇士都是利用走位杀人，来走位骗出安琪拉的一技能。来，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波如何击杀经济高于你的安琪拉。先躲进一个他们必经之路的草丛，检查一下装备是否有误，接下来就等人来了。哎，不是，你个辅助为什么骑在安琪拉的头上？是鲁班的头不够大，还是凯的肩膀不够宽？溜了溜了溜了。三个射手，一个辅助，连个打野的都没有，你让我拿什么赢？摇花手吗？Ha ha ha ha!